曾研发《苍蓝雷霆》等系列的横向卷轴游戏专家 Integrate 公开了最新作品《酒魂的久远》。我们将扮演一只在冥界苏醒的猫咪久远，要想办法逃出冥界。平时没有战斗能力，只能借助暗影穿透的力量来冲刺闪过敌人。如果能够持续闪掉致命攻击，就可以使出暗影踩踏来反击。不过久远只有一条命，所以游戏也设计了兽魂回声这个系统。当久远被击败时，就能够透过这个系统摄入其他动物的魂魄来复活，并获得新的能力，像是可以使用虎魂攻击，使用蝙蝠魂飞行，或使用犬魂获得无敌时间。当发动兽魂的次数够多，还能够变身成人形的夜魔形态。此时不只是战斗力变强，甚至还能够强化身上的兽魂，这真的不是猫咪版的兽王级吗？酒魂的久远目前尚未公布发售时间，有兴趣的玩家不妨多关注一下后续的报道吧。